静雯姐，你面对很肉欲的康仁哥的时候，你有害羞的那种感觉吗？哇，你们这一群，太想知道他马赛克里面穿什么。没穿哦。贾静雯抱吴康仁全裸开铺，下面没穿。曾婉婷厨房炒饭有东西顶兜。那个看起来身材很优、颜值很优、财力很优、各方面都很优的吴康仁饰演的学长吧？可不可以有一份不要那么性感的工作啊？抱歉。太刺激了！贾静雯跟吴康仁在《妈别闹了》大尺度演出，阿林柏宏和曾婉婷也没再让，是戏里的肉欲担当，看官们可以准备大口吃肉热。那静雯姐，你面对很肉欲的康仁哥的时候，你有害羞的那种感觉吗？哇，你们这一群，太想知道他马赛克里面穿什么。没穿哦，超害羞的。我今天还特别剪刀指甲，很干净。他穿得到很多层的肤色的，就是对裤子。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太往下看，你知道，就是只能看到他的眼睛，就是跟他对戏，只能看着吴康仁的眼睛。再往上就不要再看了，就想要把这场戏演完。生死爱一个本来就不是大自然的常态啊。我自己有一幕就是蛮激情的，在厨房做爱做的事的时候就被。如龙撞，是我超害羞的在现场。我在拍那场戏的时候，其实我后面是有电响，记得就是 action 的时候，我就说有东西顶到我喉痛，然后现场就停滞，这种发生什么事了这样。我说这样可以播吗？而且就是那一场戏的那个性感睡衣真的还蛮性感的，然后还要有小内裤掉在脚踝的位置。虽然它很烂，两位姐早安，但是它一点都不软。刚开始拍的时候，每天我自己内心都非常的冲击，常常不能穿衣服。交手的两个女生都有拍出那个开心的时刻。自己觉得哪一些事情让你受不了？很多啊，就是不工作啊，同样一个工作，我一做超过三个月啊，在外面租房子，可是房租又是女朋友付钱，啊，没地方住就跑到女朋友家去住，跟女朋友吵架被赶出来，就去邻居家吃早餐，不断的劈腿，但是被抓到，但你没有，你没有很罪恶，这些行为都是不太会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一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，哎，他还有愤怒值在里面。